大家好啊 ，Woody 玩具狂人，今日介绍下咧呢个 Molly。咁啊 ，Molly 咧，其实我就唔系咁中意佢嘅本身，即系咁多年嚟咧，可能第一次都系第一个认识佢啦。咁然后你依家都估唔到，即系个 Pop Mart 兴起咗嘅时候咧，啊，真系慢慢又俾佢吸引咗。就系、是、今次特别呢个系太空衣啊。咁我自己入啲中意咧就系多图啊嗰啲啦，应该就更加系密同埋出所者。接佢票价，系啦。多圖啊嗰啲咧，其實我特別喜歡嘅。咁啱先睇下啦，好唔好彩啦？試一試先。好，睇下有冇可能咁呢個主角黃色反而我唔係咁中意添，佢同呢個 Mickey Mouse 可能係 cross over 咗。Let's take a look。咁究竟係咩咧？咁有時抽盲盒咧，就係有一種刺激感。咁佢我都諗過，即係 pop 啊，即係嗰個興起之路。其實我自己覺得佢本身喺大商場咧，你交鋪租都死啦。咁但係其實依家佢個定位其實就佢賣到好似$100一隻咁咧，個感覺又好似你唔覺唔覺咁樣樣嚇，一魚一魚咁賣嘅時候咧，誒咁啊好容易其實買好多噶咯。所以佢個一魚做定位咧，話一魚內咧都係有呢個 marketing 嘅，即係大家有時得閒行過嘅時候。又睇幾睇啦，好似今次咁，呢個 Molly 又不嬲唔中意佢嘟嘴噶嘛，哎點知而家睇睇下太空衣嘅時候咧，一個太空衣上咧又 OK 喎，咁啊多圖啊就依接翻開埋燈補一補光啫，咁我中意啊，因為佢唔係隻隻咧都有呢個透明面罩啊。咁你依家有呢個面罩嘅時候，有依接班啦，係咪先？咁你太空人啊嘛，咁同埋呢個多圖啊 ，very good。咁同埋都提醒啦，支槍喺個袋入邊嘅睇清楚，細細支，唔知係乜嚟啊？總之就係支槍，即係死唔死？啲太空衣咧，我又中咗，因為其實本身我嚟緊想。GBWC 諗咗好耐噶啦，嗰個題目我想整太空衣嘅，張高達太空衣啊，但係得個諗字嗰陣時好忙啊，砌都砌唔到，唔夠時間，要懟落去都有啲難度。誒 ，OK 啦，懟到懟到，咁呢包嘢小心小朋友喺附近食鬼咗當糖啊，食鬼死，所以小心。睇睇 close up 先。卡哇伊呢，咁啊打翻开个盖，咁佢身上嘅涂鸦咧，喂嗰啲 stickers 都过瘾嘅，后面嗰个字系 Maylin， 系咪个设计者？其实我真系唔识，但系唔知点解今次佢嘟嘴咧。我又 OK 喎，因為好可能咧，佢隔離咧放咗一個價值不菲啊。咁所以咧，喺隔離之後又有合換嘅時候，你突然間覺得個合換好抵咯。呢個都係一個心理戰嚟，即係當入咗嘅時候，好似飄飄然咁樣啊。我唔使買咁貴就得啦，有合換啦。啊 ，very good。咁你手用唔喐得嘅咧？誒，得嘅喎，原來。咁啊，手喐得嘅，係啊 ，OK 嘅。噴射器就冇窿嘅，咁但系睇下佢啲咩字嚟嘅先。哦，叫做 Bas 哦 Master 啊，唔系 Master，Master，Master， 所以又 Pop Mart 啦，頭先話撥起咗啦，勁啦，冇諗過，係可以咁勁。咁除咗手喐得咧？咁就個頭咧都擰到嘅喎，咁好似驅魔人咁都得嘅，個頭360度啦，腳就都可以又扭到最後又得嘅 ，OK 啦，係啊 ，OK OK， 好，咁啊唔知道啊呢個系列，其實今次一抽就抽到我想要嘅，咁我覺得 OK 啦。即係有時都要收手，如果唔係咧，你又去親塗我喜歡咧，咁樣塗法就不得了。
咁一中就中到，誒今次個手風都好順，唔知六合彩中唔中嘅啦嚇。咁如果喜歡咧，我哋上嚟分享，請 like、share 同 subscribe， 多謝各位，拜拜。